今天是我们盐埔乡立图书馆及我们盐埔数位契约中心啊，来到我们盐埔乡的红厝国小来办理我们书香行动书车啊，书香行的爬爬过的活动，以及平板电脑啊的体验教学。我们非常感谢我们 DOC 的辅导团队以及大人科技大学的资讯志工老师们啊，带着十台平板电脑来到我们红厝国小这边啊，来教授小朋友呢如何运用平板电脑以及电子书的制作啊，整个课程，让这些小朋友能体验到我们现在的资讯的进步啊。由经过这几次的活动呢啊，我预计在我们盐埔乡内大概有十几个点哦，到国小以及幼稚园这个部分，这样巡回的行动书车以及平板电脑的活动，那就主要目的就是在提升啊我们盐埔乡的阅读风气，以及我们缩短我们城乡的数位落差啊，让我们盐埔乡的子弟们啊能够在学业上能够有更大的进步的空间啊，非常感谢各界的帮忙啊，让我们盐埔乡呢在整个屏东县呢啊能够在前几年啊，也是顺便比较也增进我们盐埔图书馆的借阅率啊，能够在我们屏东县啊整个乡镇里面啊能够冲到最高点。